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家兄弟频道，我是阿汤。如果你是第一次浏览我们的频道的话，我们这条频道主要就是讲一些国内相关的资讯，包括楼宇、生活等等。如果有些突发性的国内新闻内容，又或者是我们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鲜事物，我们都会马上制作影片通知大家的。若然你对这类资讯感兴趣的，欢迎订阅我们，又或者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对这类资讯感兴趣的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相信大家见到我这个封面和我的标题都知道我是讲一些已经公布了的可能是废话，不过这个废话我相信讲多几次大家都是这么开心的。没错，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来紧2月6号除了罗湖口岸会正式通返关之外，我们香港和内地基本是进入了全面自由地通关的阶段，也即是政府所说的第二阶段通关，不会再有第三阶段了，因为我们第二阶段已经是全面开放了，没有任何限制的了。正如我早前出的影片所说，其实罗湖口岸2月6号通关不仅只是罗湖口岸再度通关的消息，也都包括了是无限制地中港两地可以再度自由地通关，没有配额，也都不需要再做这个核酸检测48小时有效，还要有张纸仔的证明才可以过到关，不再有这些要求。不过有件事都要提一提，就是他要求7日里面是没有去过外国或者境外地区旅游史的人士才可以符合上述的过关操作。假若你是在7天之内去过外国的，其实你都需要在香港这边做一个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而这个也都是唯一的附加条件。而我提到的莲塘口岸是可以开放给人的往来，这个做法也都在2月6号正式开通的。除此之外，还会有皇岗口岸是再度开放。虽然之前我们都讲过皇岗口岸明明是拆了重建中，那怎样开放呢？我看回个内文所说，原来皇岗口岸现时已经有一个临时的过关点了。虽然之前我们用开的那个皇岗口岸已经是真的拆了，现在是平地来的。如果大家上 YouTube 打回皇岗口岸，都会见到最新是接近大概一个月前的影片，已经有人去了拍摄，是全面一块地的状态。那我估计起一个新的过境大楼可能都最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了。但是目前来讲是有一个临时点可以过到关，不过如非必要都尽量不要用那边。我估计可以去到皇岗口岸香港出发的一些大巴等等是少的。另外暂时来讲也都不会再有皇巴这样东西了，因为将来建成了之后，皇岗口岸预计也都是用一个一地两检的方式，不需要上车落车再上车再落车了。我在昨天的影片都见有一些观众留言，就说小心有些有心人放流料等人空欢喜一场。原来2月6号不是这个第二阶段的通关，纯粹罗湖口岸开的。但是去到现在今天就真的官方都有消息了，我相信大家在朋友圈又或者留意新闻等等都见尽了这些相关的消息。所以我说我这条片某程度上可能是一个废话，但是这个废话是开心的，大家都会庆祝真真正正能够自由往来两地这一个的新的安排啊。我相信有部分观众在第一阶段都还未因为有一些很迫切的需要，譬如说回乡探亲等等的一些需求，而在第一阶段1月份就过了内地的话，我相信接下来2月份或者3月份可能他们有一些吃喝玩乐或者其他的需求，包括可能在国内有物业的要回去处理一下等等的事情，是有机会接下来就会回内地的。无论你是因为什么需求而需要回去的话，都可以留言讲讲的。我相信由于没有了这些限制之后，回去国内一日、两日、三日等等的短线团都会活跃翻嘅啦。可能有啲嘅假日时分，大家都可以在罗湖关口等等的位置见到一团团出发的短途旅行团。既然咧罗湖口岸正式通关啦，亦都冇晒限制啦，我相信咧亦都多了很多人咧系会翻去内地嗰度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有一个消息咧，系特别想通知翻长者们同埋老友记嘅。讲紧嘅就系已经有资格攞绿油卡嘅一啲人士啊。咁系咩事情呢？主要就想话翻俾大家知啊，我最近收到一个消息，假设你喺香港嘅金钟上车。如果你是直接去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才落车然后过关的话，你需要给的一个费用就是51元的。
相当之贵啊，但本身咧你系持有绿油卡嘅人士嚟嘅，所以其实你由金钟坐到去上水粉岭咧，讲紧系$2嘅车费嘅啫。咁所以建议你咧就去到上水粉岭攞一落车先，然之后再上翻车。过翻去罗湖或者落马洲之后咧，你只系需要俾多$25，亦即系话$25加$2就系你由金钟出发去到关口嘅费用啦。咁可能咧有部分观众会话，嗱，我系绿油卡嘅持有人嚟噶，咁亦都知道咧呢一个事情，知道呢一个消息噶啦，因为之前有人通知咗你，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啊。我主要呢一条影片嘅尾段就系想通知翻一啲持有绿油卡而又未知道呢个消息嘅人士。咁如果你真系嚟紧会想去内地嘅话咧，注意翻呢一点啊，搭到去上水粉岭，讲紧咧你都系$2嘅啫，然后咧先至再出多一次闸去到罗湖或者落马洲，咁咧就平好多噶啦。最后咧，亦都补充翻一个琴日影片提到嘅消息咧，就系关于罗湖关口嘅重建问题嘅。咁其实寻晚嘅新闻咧都有讲到噶啦，罗湖关口系会重建嘅，不过咧目前嚟讲会打算分阶段重建，所以现时嚟讲你过关啊等等咧完全冇受影响。但系当佢个重建计划开始嘅时候咧，可能有部分嘅一啲空间或者设施咧就会系进行紧拆卸同重建噶啦。咁到时影响有几大咧，暂时就未知道嘅。反正，罗湖关口的而且确是进入了重建计划，前期的招标亦都已经是落实了。今集要分享的内容和资讯就来到这里，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欢迎留言跟大家讲讲。既然现在已经是无障碍地自由通关了，想在2-3月份过去内地看看楼的人士亦都欢迎联络我们，我们有 VIP 的看楼安排，兼且有额外的奖赏。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大湾区自住投资边度好，找自家兄弟帮手啦。无论是市场热话热卖靓盘独家折扣，我哋都第一时间通知你。自家大湾区 VIP 睇楼安排，专车接送为你服务。快啲嚟我哋展销厅了解一下啦！追求美好生活，湾区首选自家兄弟。自家兄弟管家服务，由买楼、验楼、收楼到装修、家私订制都全面协助。VIP 睇楼安排更可享额外奖赏回赠，仲有无偿售后服务跟到尾。揾自家兄弟买楼，我哋最帮手。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